一盏灯，一瓣馨香，生命电视以佛法迎接美好时光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长老简介：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能仁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，40多年来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默默从事翻印白话佛经的殊胜工作，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，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！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昌寺的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将佛经甲翻译白话，较无闲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真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煞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《楞严经》第43集。这就继续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的第2卷，经文来讲：阿难，若你见时啊，是你非我，见性周遍，非你而随啊，云何自疑？你即真性，此我求失啊。这几句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安尼讲，阿难啊，像你咧看遐景物的时，迄是你看见，毋是我看见。你的见性不是我的见性。不会混乱了。你能见的心性周遍十方世界，这不是你的真心实性，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你自己对真心实性犹豫不敢承认啊？这实性你不去承认是真心，反来向我求此正心呢？就是讲你能见的那个，这个真心实性。能见周遍十方，迄就是你的真心实性。你自己爱承认，就是你的真心实性，唔通阁颠倒犹疑，啊，再阁颠倒来咧问我。经文啊讲，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此见性，并我非疑，我亦如来。观世
四天王圣宗宝殿居日月宫，初见周原遍阎浮提，退归精舍，只见客人清心互动，但沾沾母，这母就是要招龙了啊！世尊，初见如是啊，其体本来周遍一界，今在色中为满一色，为何初见速带为小，为当清悟，结令断绝，我今不知思议所在，愿垂风烛，为我敷衍。敷衍就是演说、解说，啊。这段就是讲，意思讲，阿难尊者就禀告佛陀安尼讲：世上最尊的佛陀啊，如果这灵见的真心实性，必定就是我的。不是基于他人，而是外物。我正承受佛陀的神通法力，今佛去观看须弥山半腰的四大天王殊胜修藏这么多不灵宝的宝殿啊，居住在那个日月宫，我这灵殿的心性，当时就骗这南阎浮提，南阎浮提就是咱一般讲南瞻部洲，就是咱大啊。诶，这个南瞻部洲地区啦，但当我退回转来啊，归家啦，转来到这个机缘精舍的时呢，只会当看见这整个的精藏园的客人，客人都是佛寺啦，啊。溪南菩萨讲，这溪南圣像就是咧保护佛寺的遐神像，清心坐禅，在河内听堂，直至渐看到这个恶尖就是个刺牙尾，阿母龙。这母呢，就是指个蛟龙，就是讲等下到迄内底坐禅，只看到迄蛟龙哈。世上最尊的佛陀啊，这灵见的心性，竟是像安尼啦，竟然是安尼。那体性本来是可以照遍一个世界，现今坐在这色中呢，只有遍满这个色内范围，这是
我宁静的心性收缩大变小，还是受到迄个清掉恶有隔绝啦，啊，使这宁静变甲比较小啦，啊。我现今未当了知这真正的义理所在，但愿佛陀垂下宏大慈悲心，为阮覆开演说，覆开都讲啊详细啊。就是阿难讲，我靠着佛的神通法力，可能伫禅定中，佛陀甲带去到迄个慈云山半腰，啊，看迄个四大天王的宝殿，啊，伫遐看了这南瞻部洲，嗯，规个拢食看食清楚，啊，等下到金霞山伫看啊，这间迄。我迄个会看的心情咧缩甲变，刚看到色来安尼就对了。经文个安讲，佛告阿难，一切世间啊，大小内外，诸所事业，各属坚定啊，不能说言，兼有事。书熟书就是展开，熟就是缩小。譬如空气、中间空空啊，五方门里，处空气中所见的空空，空空就是四角的空间啊，四角的虚空啊。为何定方为不定方？是固定的，是固定的方形，还是无固定的方形虚空呢？若定方者，别安依起，空应不移啊。若不定者，在空气中应无空空，你言不知事义所在，义性如是，云何为哉？说这段的意思就是讲，佛陀就甲阿难尊者安讲，一切世间的事物万事万物啊，就是一佛经称啊做一切法，就是指宇宙间的万事万物，啊大的啊是小的，啊是内啊是外的，啊是圆的啊是四角的方的。所有各种事物呢，业用就是讲伊的作用。其实迄拢是属于咱眼前外在的境定境，迄拢定境哈。你唔通只讲迄，就是你的心，不应该说讲迄定境的心性。有事变大去，也有收缩变小。比如像一个方形的迄、那个鸭去，一个四角鸭就对了哈。这鸭中能看到四角的虚空，我再问你。这四角形的阿奇
内底呢，所看到的方形的虚空，是固定方形，固定迄虚空是固定四角形的虚空啊是，唔是固定的方形的虚空呢？如果虚空是固定方形的，安尼，咱阁另外摕一个圆形的鸭，阁换起来。虚空应该都袂变做圆形，因为固定拢是固定四角的。如果虚空毋是固定圆四角形的，安尼在迄个方形的鸭中呢，就应该毋是有方形的虚空啦。你讲袂当了知即义理所在啊？无形的真心是性，你袂当了解迄个实质。就像虚空，这样没有固定形象，安怎的形象所在呢？意思就是讲，咱的真心是性，就像虚空啦，你四角阿的比四角形的。你圆下就变圆形，无一个固定形象啊！顶面讲到四天王啦，禅定中佛陀带阿难去游迄个须弥山的四的半游遐，去参看即个四天王的宝殿，四天王。一般称为四大天王，伊是地色天的外将。地色天就是住伫个须弥山顶，33天啦。这个、四大天王是地色天的外将，所以住伫山腰，山腰的四面啦。住伫东边的啊，这七国天王。伊是咧保护东边的迄个东胜神州啦，住伫南边的天王，或者正中天王啦。伊是咧保护这個、南，就是咱这個南瞻部洲，住伫。山半夜西边的天王，或者情，或者多闻天王，或者光目天王啦。光目天王咧保护迄个西游河洲，住伫什么山半夜北面的，或者多闻天王。伊是保护迄个北极罗洲啦，即称作讲河西四天王，咧保护世间啊。咱一般去西极要到第一殿啦，啊，做天龙殿，开关是啥物事了嘛呢？迄个是四天王殿中供养迄个。大笑笑的弥勒佛、菩提回向，四边就是四个牙刀牙剑的迄个天龙，就是四大天龙啊。菩萨正法经在那讲，自性明亮啊，无所念，固定虚空啊，虚空者就遍一切，而虚空平等。个明亮呀，
讲咱的真心实性是光明清净的，无染污哈。就像虚空安尼，所谓虚空呢，就是骗一切处无所不在，而且是虚空平等无差别相，所以叫光明明亮。检查善恶经就安尼讲，众生心体啊，从本以来不生不灭了，自性清净。众生的真心实性本体呢，从无始以来了哈，就是既然无生起，也无消灭，自性本来清净无染污啊。所以自己要承认讲，咱的咱所看呢，遍十方世界，清净的心呢，就是咱的真心实性。爱自己要承认，要保持迄个真心实性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转来台湾了。看到这个古文啊，佛经足深，所以法官每一本拢甲翻了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了143本，每一本翻了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，逐间大学、逐间佛寺拢寄来结连，啊，那是在家居士、随喜助缘都有寄好，到即卖全世界、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拢定写回来甲讨。伊即马来西亚一个林奇书，搭了甲讨百几本，讲要伊伫马来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翻译的白话佛经，放我全世界收会着。伊讲即马全世界用华文的拢是白话，所以去大陆、台湾四界出要找了看白话的佛经，结果拢找无理想。尾啊，由那金宏教授，金就是金钟迄个金啊，宏就是辉煌的宏。但金宏教授伊伫，伊话用拢用德英语伫电视咧讲经，介绍阿拉加特，加特百几本欢喜个嘿，哎，咱遮然后一点收入都拢用经散布咧卖，佮救济救人，佮是几啊高级，佮用伫两台电视方法。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往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女众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我伫电视所讲个遮，因为出版电视讲演只有9本，各位老师啊，煞卡着了本事。咱遮头前间就是镜头，即间内底有一尊300吨个观世音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地府金光主。由南海普陀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地观世音，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真大个灵感。含我家己嘛得到真大个灵感。我8-9年前，予人吴哥陷害，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，已经判我死脉无罪。伊阁继续要甲我上诉，我求观世菩萨啊，甲我解救。一人有一人就望见观世菩萨，了我头壳顶甲我修甘露水。结果无偌久，真正最高法院就将伊迄上诉甲驳回，讲你到即马提袂出人证物证，若无新的证据，袂使阁上诉，到这为止。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甲我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Thank you.
庄严古刹新桥弘寺，供奉南海普陀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弘寺数十年来推动一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话拨号码：0044858484，户名：新桥弘寺，电话：0763123291，6318391。地址：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克毒孔雀除诸难，平息灾祸得安稳，诸病消除离横死，日夜吉祥增福寿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送孔雀明王经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6月20日星期二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护佛恩。端午佳节亲子活动，大手拉小手，香包手作客，羊毛毡香包，材料使用费100元，工具老师提供，招生对象与人数10人满班，7岁以上大朋友小朋友，一个小朋友可由一位家长陪同，日期6月22日星期四下午2点开始，地点东山吉祥书坊，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，0395802286，0395802286，0395404555，0395404555。报名方式采线上填写表单或是电话洽询，联络电话0395802286，0395802286，0395404455，0395404455。Thank you.